接下来呢，想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玄奘大师呢，他为什么能够看出这些问题来？为什么能够看到刚刚我们跟郭老师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当时其他人看不到？就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师在西行前呢，佛法上的这个修正是什么？好，我们一样是请郭老师先为大家来做说明。好，这里也在说明一下，因为中国那时候确实在佛法的疑问非常非常的多，像是说一个变化人到底有没有心，那个心是什么心，那有没有已经问题了，然后到底有什么心，实际上大家都说不上来。像这样的问题比较稍微有点重要，就超过100多个。那刚才讲的这个呢，清净的实相以及呢佛性是两个比较大的，所以说啊，问题很多。那我们应该等一下也会提到，那最后怎么样的？然后呢，关于呢，在佛法上的这个生命实相的一个呢的领受，以及呢这种清净。这个在佛法的说明呢，是说有三贤位，那三贤位要过一大真气劫，就是一个无数大劫，这难以想象。然后接下来进入圣位，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似乎是比较深入的，因为呢，这就牵涉到说了，对于经论的正确解读者，他必须要在哪一个位置上？然后呢，玄奘大师所说的，说你要达到至少要通达位，通达位就是必须要圣位，这是最起码的要求。那也当然，玄奘大师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啊。不过他也不用特别要求，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就说到，实际上他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清净的一切以及智慧。那呢？所以说呢，如果从教外别传来看，那到底明心或是再说到眼见佛性，它到底是什么机会清净的，或什么时候能够契入？这实际上是在三贤位里面，而且还是三贤位的前第一贤位位次，就是还不算是很后面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要达到通达位，要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修行，如果过去生没有这种智慧、这种清净，你想要一辈子呢就可以呢跨过一个无数大劫，这实际上是有疑虑的。这个牵涉很多佛法，但我们不是主要是根据史料，不是说。特别要讲很多佛法，就是说佛法是说呢，这个三大真奇解，这个实在是很长，你没有办法一辈子就可以明心眼见佛性入地。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现在呢对于呢玄奘大师的了解，以及呢他如何正确的解读经论，我们相信他的正量是很高很高了。以及包括说他一开始看戒律，他等于是说一看一遍就都懂了，对。而且在这个呢传记上特别写这个他所听闻的一部经还有一部论，他实际上是有意义的。他先听大波涅盘经，然后再听色大圣论，一个呢牵涉到眼见佛性，一个牵涉到明心开悟，这都是三贤位的前面所应该成就的。那如何证明呢？它有经论上呢，是直接经典就说，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他们呢，即使当然没有特别写啦，就是即使他们有胎昧，可是呢，他们只要一个独处，在一个娴静的地方独处，他自己去观察。就是他做一个思维等等，
他就可以不由他教，不由他悟，就是说他就可以自己实际上证得。这对于呢一般的大众他很难理解，不过呢这个呢从后来的大师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及等等，以及后来西行，以及他在群语城一切的这种呢展现的这个呢大圣的种种的威仪，以及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呢的种种，我们相信这就是他已经完备了在呢地前应该做的，入圣位前应该做的。但是呢那时候因为经论不够，你没办法从呢不足的经论来缩短那个时间，然后可以一步呢可以跨入圣位，所以那是一个门槛。所以呢大师是希望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利益呢未来呢想要呢求取这生命实相生命教育实证的人，所以呢他必须要呢把这个瑜伽师论找过来，那另外也要自己造论。当然造论是后来一个因缘才引发的，那为什么说造论我们到时候再解释。是诚如刚刚郭老师说到的，就是说玄奘当时在中土这边呢听了很多的当时的这个大师啊讲大般涅槃经，讲色大圣论，好，那也听讲这个俱舍论，那都是听过就了解，那并且呢就能够来为人家说法，说同样的这些内容的法，而且讲的比原先他所听的那些的大师呢讲的更为这个详尽啊，更为精辟。那这几部论，这几部经啊，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明心眼见佛性，还有包括这个二圣解脱道的这个解脱的内涵。像俱舍论，为什么他说他有应该是有这个解脱道的解脱的实证呢？我们从他到西域啊，遇到这个自称说已经完全通达俱舍论的这个木叉渠多法师啊，两个之间的这个对谈啊，木叉渠多是哑口无言啊，就可以认这个判定说呢，其实玄奘在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正呢，也是无可置疑的啊。那么接下来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西行取经啊。大家知道说佛法是从就是天竺，也就是古印度呢这个向东传到中国来啊，不管是当时是哪个朝代，那我们就是称它叫中国。那西行的这个从东来，当然是有可能是有这个从陆路，也有可能从西，从这个海路。可是玄奘为什么要选择要从这个陆路去西行呢？我不晓得郭老师你的看法。是，就说大师呢在中国的时候，他呢非常的好学，然后他的好学当然有一些原因呢，我要解决中国的困局，所以呢他其实他不太包，他几乎是不包养他自己。后来因为他在这西行的时候遇到那个王祥，王祥是呢第一烽火台的一个这个长官啊，那把他抓住以后，就把他送到敦煌。那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一直讲这样，那就是最后只好讲出来，就说呢我在中国等于是各地方都游历的，那只要是呢有学问的这种大师啊名师或等等，我都有去拜访参学。
那下面这四个字就很重要，穷其所解。这样就是说他们所知道的我全部都知道了，这样这虽然是轻描淡写，但是有四个字，实际上大师就是不方便再讲下面四个字，就是呢大家只能够做到解。因为佛法那时候在禅宗几乎都还是单传的格局，除了呢旁的支系还有一些以外，实际上几乎当代就是呢师父和弟子两个人。那呢那穷其所解意思下面就是说我有所证，所以呢才可以接得上文句下一个四个字，可以对扬谈论。所以他不是纯粹当学生，他实际上是呢去教导他的老师啦。所以呢后来呢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两位很出名的这个法师啊大师级人物最后直接说他是佛门千里驹，就这样。所以因为这两个大师一包养，那名声就上来，所以才会人家要推举他来接这一间佛寺的住持，就当大和尚。当然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对这没有兴趣，那因此在这情况下整个佛法这个传递的方向实际上是、哦、往北一直传，传的这一个法系呢是有比较精彩的这个佛法的这个 三圣大圣二圣。南边呢也有，但是呢南边后来呢有经过一些质变，这样。而且他们的整个呢佛法的传递到中国，这个呢实际上是跟呢陆路比较有关系。所以这寻访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要穷其所解，就是要把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呢大家所知道的都把它囊括进来，这样以后易经的时候议论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闪失，就免得说人家说你不知道这个。而且呢后来到印度也是，也就是说这个态度没有什么变，就是等于会把五印度都绕一圈。本来呢玄奘大师不需要这么辛苦，因为他已经知道很多了，甚至他后来可以呢增量可以回复，可是他还是继续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呢翻译上总是会有人会呢可能会找麻烦找小辫子或者什么，所以他就把他尽量的能够知道的通通都知道。甚至到了那烂陀寺也是，他第一次被迫离开的时候实际上是戒贤论师请他走，这样。但是戒贤论师是叫大师你就回中国就好了嘛，啊，不要再学了，因为学不完，这样。那可是大师觉得说我还继续学，这样继续听。那听了以后又开始又穷其所解，又可以对扬谈论。所以呢这是一个目的。第二目的呢是寻理圣机，在阿含部的大波涅槃经里面有说，就说有四个地方，如果呢有生之年可以去朝理经历的话，这样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是出生的地方南毗尼园，一个是呢度五比丘的这个鹿野苑，一个是呢成佛地点普利嘎雅，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四现涅槃的地方，就是双林间。那这四个地方的话就是有它意义，可这些地方都偏于北印度，这样。或是在普利嘎雅比较接近在中间呢，所以呢这也在游历的过程中也是会。那呢如果是其他的走海路的，他们就可能没有这些想法，看起来他们的路线不太一样，这样。尤其呢大师在走这些路的时候他不是拼命在赶，不是，他是尽量把当地的这出名的对于论啊或者是怎样，然后呢能够呢来演述的，那他就会去参访，
当然还是一样，最后一定有对阳谈论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以他所了解的，顺便呢再呢伺机，伺机就利用机会呢稍微讲一下，这样看对方是怎么样。包括后来的圣君律论师，说叫圣君居士也是，大师后来在那地方学，他说可能要两年，哦，就是至少是头回两年。可是实际上呢，大师一去的时候是订正人家错误的。可是这个故事的话呢，在文献上还是找得到，叫《唯识抉择论》，这地方的中音域，然后呢，他的音呢设的不好，所以玄奘大师就是过去把它改正，跟对方讲。那也是圣君居士，他比较没有慢心，所以可以跟他说，这样。那因此呢，走这路路的话，就证明说，大师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一切诸学，然后能够呢尽量的了解。那另外看有没有办法帮得上忙。所以史料上呢也有提到，在中国的时候，他遇到智严，智严法师那时候年岁很高了。可是呢，看起来智严法师都没有慢心。智严法师是传记上写，这个是在不是慈恩传写的，是即就是等于是执呢弟子之礼，等于对呢大师非常恭敬。当然这一定有一些，当然是大师有教导他什么，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呢等于就是拜大师作为弟子。不过在中国看起来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位，因为真的很不太容易。然后在呢印度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跟大师来谈法的，实际上在呢整个印度，即使是戒贤论师都很难。这是在因为实际上以呢大师他会特别想要去谈论一些深的法，可是看起来没有办法。哦，这有些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但是呢，他遇到呢圣君居士的时候，就一直谈，所以他并不是呢只有当一个学生，实际上他是某个程度，以我们现在来讲，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他希望呢。让他所知道的能够让传给更多人，这是他一生所做的。我用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浅显去判断这个问题的，从我的观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的看法。但我并不是说是否定郭老师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成他的说法。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是玄奘西行取经跟后来这个义净法师的这个西行，那两位刚好就是不一样的。玄奘是陆路西行，然后也是陆路回来。那义净呢，他是从海路西行，也是从海路回来。那么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陆路危险还是海路危险？我的答案是，海路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危险，但是它的危险并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如果会航海的人，他们都知道说，哎，你只要注意那个季节，配合那个季节，有一些季节呢，哎，在海上行船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陆路呢，陆路就是说，比如说那个高仓，去到高仓之前的那个莫耶岩质，是不是啊？那个沙漠，它就在那里，你躲不掉。为什么玄奘西行会被称为九死一生？因为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啊，你没办法避免不走过这些地方，你要经过这个烽火台，都是有这个唐朝的这个
军队把守的，那个危险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从我就是赶快去赶快回来，安全的去安全回来，那这个很简单了，就是走海路，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啊，该什么时候这个往东，该什么时候往西，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所以那个危险其实是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危险，但是西行是肯定是那个东西都在那边，你去就百分之百会面对这个危险。可是玄奘为什么要选择从陆路西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的结论其实是跟郭老师是完全是相同的，那只是说我想到了一个方式，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佛法东来呢，是基本上是从陆路东来。佛法的东来呢，它不像就是说佛教的就是阿拉伯人去传法一样，传这个伊斯兰教，或者说十字军东征一样，它不是这种方式去传的。它是很和平的方式，是人民这样子是一个个去传去接受它。所以佛教是从天竺，就是古印度呢，沿着陆路这样子一站一站，就好像火车一样，一站一站这样子往下传。那么玄奘当时要西行之前，他看到了佛法在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玄奘有说音讯不同了，那个发音的差异，还有就是说那个解释的不同，所以造成说到了中国，这些东西就变成没无法取舍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间经过太多的不同的，比如说好比说一个东西它由闽南人讲过，就是台湾用台湾话讲过，然后用客家话讲过，然后用原住民的说布隆族的话，讲到后来就变成那个音就变了。那音变了以后呢，去探究那个解释，就发觉那也不一样了，就出问题了。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呢，说玄奘是要去了解这个过程是哪里出问题。所谓的理思则求诸也啊，就是中国古时候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说这个礼法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礼法过去在民间都传过，因此呢你可以到民间去探访。以我们现在的用语来讲呢，就是叫做田野调查了。现在很多喜欢用这个，就是叫田野调查。所以我的看法没错，就是玄奘选择陆路西行，他就是想要一站一这样去看看这些当地是不是还有佛法。那么当地对这个佛法他是怎么讲？那他去了解说什么地方出问题。我们看到玄奘翻译的这些经论里面蛮多地方，尤其是从这个慈恩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玄奘对有一些的因为玄奘的翻译的被称为是新译嘛，或者唐译嘛，那他们把之前人翻译的呢叫做旧译。那有一些旧译的东西呢，玄奘大师他是很明确的说那个是错的。那为什么玄奘他有这样子的确信能够去认定那些的翻译是有问题是不对的？那就是因为玄奘这样一路这样子，等于是说他把佛法东来他去溯源，他一段一站一站去溯源，把这个佛法的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乃至最后到中国
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解读啦。好，那这个郭老师还有要补充吗？哦，刚才陈老师说的是那叫莫赫岩基，啊，莫赫岩基，对，叫八百里的那个沙河，就像是河水，是形容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广的，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外界的学者呢，他对于玄奘西行啊，他们用了一个词哈，叫做且行且学啦。但是且行且学，当然是事实上是这个学是要打引号的啦，啊，就是说，去参学，参学其实有对谈的意思啊。